把当初吞到肚子里，用当今锁喉。掌声掌声掌声在哪里？掌声在哪里？下面是当今锁喉。两把锋利无比的菜刀上，我来给大家演奏葫芦丝。好，现在电已经接通，光脚当初吞到肚子里，
用钢筋锁喉。掌声在哪里？掌声在哪里？下面是钢筋锁喉。喂，下边是六颗我们家里用的那个白炽灯灯泡，白炽灯泡呢通上电，灯泡会亮，然后呢杨先生会站到两把锋利无比的菜刀上，完了给大家演奏葫芦丝。